打开 Google 台湾搜寻引擎，我们经常看到贴近时事节庆的动画。这次台湾 Google 也抢搭伦敦奥运风潮，结合体育项目变身闯关游戏，让民众感受运动与科技并存的乐趣。用手机登入账号搜寻活动关键字后，就可以开始进行射击游戏了。当手机和电脑同步跑出相同动画，就表示闯关成功。除了射击游戏外，还有脚踏车、游泳和跑步机体验铁人三项，民众气喘吁吁的表示过瘾，还蛮有趣的，但是很累，就是脚踏车跟跑步机都是有一定的，要到达到一定的量才会过关，没有很轻松，就是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喘成这样子，对啊，好累哦，很累，对，不然蛮好玩的，但很好玩，对啊，很特别，就是把运动的东西跟电脑还有Google 一些设备结合，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，让民众呢都可以为我们中华代表队来加油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看赛事的直播，透过这个奥运的赛事的项目跟 Google 的产品的这个整合，这样有趣的体验，去体验到一个动脑又健身的一个好玩的方法。伦敦奥运持续发烧，在全世界掀起的热潮不容小觑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辉模、张方伦台湾台北报道。